两啦，七二三啊，今日就系 FGO 嘅主线啦、啊。哦，有啦，有啦，各位朋友啊，各位朋友，可以抽一张咋，成功抽一张就可以补五啦。H 同学话传说两次大成功去抽卡，会容易中四星以上嘅卡，系咪啊？好，好嘅，等我嚟开启一下。用几张券仔嚟抽抽我哋嘅小小达文西，因为实在太可爱啦。不过我就唔可以抽晒咧，因为仲要留翻啲俾梅林啊。咁就系咁以，系咁以抽。佢咪有咩啊？有嗰个抽十次可以变十一年啊嘛，系嘛？咁我就抽一抽啦。小小达文西嚟，达文西，达文西系咩啊？系咩啊？死啦死啦！系咪拉达啊？定系你望一望佢个职阶先得？虽然我唔觉得我会抽中，不过嘛，凡事要抱希望嘅，系咪啊？拉达啊，拉达拉达，达文西里奥纳多 ，OK， 咁我抽到佢咩咯？抽到佢可以连续抽两下，咁就收手咯，当一当系消下业障，为梅林做好准备。我就唔信会抽到，因为一定唔会有。D 陀话咧，我系极大成功噶，即系极大成功，仲要连续两次先至去抽，唔系啩？有乜可能会抽中极大成功、啊？认真，我都未试过极大成功，未试过啊！真系要连续两次系冇可能嘅。好、嗯，再抽一抽，达文西，达文西。小小达文西，我之前咧系见嗰、那个佢有套衫好靓咯，唔知系灵衣定系灵机开放到满嗰阵有咯，嗰套衫真系好好睇、哦，我好想要啊！但系咧，一嚟未必抽到啦，二嚟就可能唔够素材升上去啦。如果系灵衣，我有机会打唔到啦，所以就唉，冇办法就咁啦。D 台一次就抽，哦，竟然系咁，嘛，算啦算啦，就算即系点讲咧，咪当下抽下咯，抽下开心下咯，反正佢最近送券都几多嘅，梅林就之后用石抽咯，好似登日七日都会送十张券噶嘛，咁咪就当系提前咁消耗咗呢十张券先。X 同学话七二三组啊，要不要随便加下 FGO 好友？好啊好啊，你可以留下那个 ID， 我会直播之后再申请好友的。H 同学应该收手啦，收手哦、oh, no， 等我抽埋佢先啦，等我抽埋嗰、那个，我要抽十年啦，唔可以嘥咗嗰下送嗰下噶嘛，唔可以嘥嗰个夫妇送嗰个十年噶。K 同学贪心七二三，冇错，梅林我要 ，CBA 我都要，仲有。仲有小小达文西我都要，诶新嘅喎，我唔记得我抽第几张啦，而家仲有几多次，仲有三次咁抽埋佢啦。总之抽到佢连续召唤两张我就停噶啦，抽唔抽到都停噶啦。咁唔系我就唔系我啦，有啲嘢系咁嘅，唔系你就唔系你嘅，冇金卡就系冇金卡，冇五星就系冇五星嘅，系嘅。反正我系非洲人，其实就呢方面就唔使期待。算啦，还是没有啊，唉，非洲人。为什么要抽卡呢？非洲人抽卡即系自寻短见，点解要送自己落去呢？点解呢个游戏系对非洲人一啲慈悲嘅心都唔会有嘅？只有无穷无尽嘅三星，同埋无穷无尽嘅、六方啊，系咪最后呢、這个冇就收手啦？啊，我哋要识得。適當咁樣停手啊！真係唔可以亂咁嚟，反正都唔會中，真係唔會中。可以見到十年咧，想出貨係，哦、啊，係咪呢個啊？咩召喚兩次就係呢、這個，消耗一張夫婦召喚兩次，所以就抽埋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最後啦。OK， 再見啦，小小達文西，我哋 say goodbye。抽唔到就係冇，抽唔到就係抽唔到，就係冇。结论：非洲人唔该唔好抽卡，非洲人都系乖乖地储石头咧，储到佢一个劲大嘅量，可以足以支撑
你可以抽到，真系可以抽到保一。OK， 拜拜，小小达文西 ，Goodbye， 再见，再见。